嘘をつきながら助けて何をしたんだ。皇軍の面子はこれで丸つぶりだぞ。はい、無能でした。日本軍がバルーグの罠にかかったと思いました。後で気づきました。彼らは部隊が必要な時に弾薬を送ったのです。そして困難を乗り越えた。失敗は失敗だ。言い訳するな。もしお前の洞察力が良ければ先に攻撃は命令を下して結果はこうならなかったはずだぞ。 はい、野田少佐の言う通りでございます。バンドゥイジャン。はい。身为外地区黄学军警备队的队长。我想问你，这里有那么多的土八路，藏在这个地区，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志远，你不知道那八路军太计划了。バンドゥイジャン，你要尽快找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游走方位。 魔镜规律，全力围剿。嗨，谁呀？爹，是我。哦，来了。恩明，快进屋。芷莹，恩明，你怎么回来了？我到城里啊去办事，顺便回来看看你和爹。 还没吃饭吧？你等着啊！啊，这是啥？你上次带回来的三斤小米，爹都没舍得吃，在那儿啊藏了都有4个月了。鬼子大扫荡的时候都没发现。爹，你说我拿回来就是给你们吃的，你这是干什么？爹说了，这好东西啊。 吃进我们肚子里，又不顶个啥用，要留给啊他这当八路的儿子吃。芷莹，快去给他做饭，啊！恩明啊，嗯，明天啊，这鞋就能上帮了，你下次回来，保准能穿上。芷莹啊，我不。
不常在家，你和爹可要多保重，多照顾好爹，也要照顾好自己。知道了，你就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咱庄户人呐，没那么娇贵，再难的日子咱也过得去，是吧？嗯。昨天邻村的赶一妹子，要我参加妇救会，我答应了。以后啊，你在外面就放心，我们这私底下都有照应。嗯，爹，咱们再坚持坚持。等打走了日本鬼子，我就回家来，好好陪你们过日子。三公子，你干啥呢？三公子也疯吗？哎呀，让人留下当女婿了，你慢点儿。不是，不好了，潘春贵带人从刘家山村抓走了20几个人，往夺主方向去了。金宝哥，安平哥，你们的家人都被抓走了。你说什么？潘春贵这狗日的！我就跟了一段，我就听他们嚷嚷说，日本人要在夺主查八路军伤员。坏了，八成是被汉奸告了。走，快快快，走走走，快走！乡亲们呐，皇军的耐心可是有限。今天能来，肯定是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只要你们能够把受了伤的八路交出来，我保证，宁可保还能得到赏钱。就是提供线索也行啊，千万别等到皇军抓了八路了您再说，这可就晚了。太君，我把八路军的家属全找来了，他们就被关在隔壁。哦，是你的，一定要严加审讯，查出八路军的下落。嗨，狗日的！南平哥，大部队不在，就我们几个人，不能下去。知道刚才为什么那些人让皇军给突突了吗？哼，自打日本人进了中国，随便祸害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还问为什么？哼，说的对，老爷子。怎么哥，这么多鬼子呢？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去了，不就白送死吗？三哥，你说什么呢？你们要是认怂，你们先走。俺娘跟俺媳妇还在里头呢。皇军在这个地盘上，那是这个。日本人算什么东西？哼！小李，我也去。我这儿有一个单子，你们。是按照这个单子被抓来的八路军的家里人。一会儿我叫到谁，谁就出来。那你就说说你儿子在哪儿啊？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理解，我完全理解。这儿子当了八路军，做父母的能把儿子交出来吗？
这是人之常情啊，啊，天经地义的事儿嘛。不过，你们也得给我想想啊，啊，我要找不出来八路军，那皇军也放不过我呀。颜色看看，谁也不能说实话。老总，老总，别生气。王婶子呀，确实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就是把他杀了，那也不知道啊。老爷子，话挺多呀。你姓什么呀？我姓刘。刘恩明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儿子呀。别提我那个不争气的畜生了，我根本就管不了他。他现在也不知道哪儿了，去给人扛长弓去了，连个信儿也不给家里捎。哎呀，你说他当八路军呢，我一百个不相信。他从小啊，就胆小鬼，窝囊废。你个老东西，一看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说，你儿子在哪儿啊？不知道他上哪儿。汉奸！啊，王婶儿！村老家的，村老家的。王婶儿，他喜欢人家。哎，小林哥，你说恩明哥这法子行吗？万一被鬼子识破了，咱俩的命都得搭上。他俩怕了？那你忍心看着老百姓送死？赶紧的，别乱动！老总，老总，他可还怀着娃呢。老总，求求你了，放过我儿媳妇，她还怀着娃呢。说还是不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不说？我不知道。快开车啊！怎么回事？爹娘啊，这是八路的主力部队打过来了，撤，快撤，快！太君，太君，太君，八路的主力打过来了。嗯，快带，快！太君哥，鬼子撤了，走，走，走。Thank you.
鬼子和汉奸早晚有一天会被消灭，刘老爹和志云的仇，咱们跟敌人造着。 跟着，恩明哥已经跪一天了，谁劝也不管用，不会出事吧？这个坎儿他过得去，要不你也去劝劝，让他安静会儿吧。他这是想好好陪陪刘老爹，跟知英嫂子。 村长嫂子，你们放心，我一定杀了半春棍，和这帮狗日的日本人，替你们报仇。不，不光为我们报仇，我们吕梁山区，我们全中国，多少亲人被杀害，这笔账，小日本鬼子都得还。文明同志说的对。 真臭！把这野鸡放了四五枪，得了吧！你还不如我呢。奇怪，怎么突然出来俩二狗子？走，咱看看去。拽我干啥？走啊！ 何尝不想在这待着？嗯，你们俩干嘛去了？队长，孝敬您的，回去了。算你俩反应快啊，宝贝儿，给你了。哎呦，送我啦！送你了。就你还想着我啊！走了。 来日再过来看你啊。
什么呀，在这儿？大姐，我家的粮食都被鬼子给抢光了，上山挖野菜还迷了路，两天米水都没打牙了，路过您这儿想讨口饭吃。原来呀是个穷酸鬼呀，快走快走，我这没有富裕粮食，赶紧走。晦气。什么晦气啊？兵荒马乱的，把脸擦得跟白骨精似的，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跟汉奸打恋恋的。哎，我就跟汉奸打恋恋着，怎么着？穷酸鬼呀，把我惹恼了，小心我叫人把你抓进班房去。哼，我才不怕你呢，我舅老爷的外甥是在皇协军警备队长班春贵的手下当差的。班春贵儿，哼，实话跟你说吧，穷酸鬼儿啊，班春贵儿呀，他是我相好的，刚刚走，而且呀，这阵子他是天天来，天天来，舅老爷的外甥。算个屁呀！大姐，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会。来，喝水。这么说，那屋子里住的是班春贵的相好？嗯，那女的亲口说的，而且班春贵去的时候带的人不多。嗯，这狗东西啊，和女人私会。自然不会太声张，可还是被感应同志发现了。感应同志不但机敏，而且还很有胆量嘛。院子里有正房和厢房，我看了没有什么能藏人的地方，我看得很清楚。老陈啊，我想派几个人把这个院子给盯住，找机会啊除掉他。嗯，可以。范春贵这个大案件一出，不但老百姓少受些责难，村保心里也好受些。你没发现这段时间他跟谁都不说话吗？翠喜儿，翠喜儿，我的宝贝儿！哎，哎呦，是我的班队长呀！哎，这边，这边，这边。你们在这儿好好守着。几位警员辛苦，这么晚还值班呢？什么鸟班？他在里边搞女人，爷几个还得给他守门。就是，里边那位爷好雅兴啊！站住啊！里边装的什么？打开看看。好，这是咱自家做的碗团。哎呀，今天生意不好，拢共就卖了七八碗。要不两位爷来碗尝尝？来你这干嘛？赶紧给哥几个整几个，整几个了。好，来哥，来哥几个，来来来，尝尝尝尝。来来来来。哎，该进去，该进去。来，来，该进去。有没有调料啊？有有有。赶紧，赶紧，赶紧。来，来点调料来。最近又跟哪个女人鬼混去了？哎呀，我天天都想着你呀。好吃。嗯，不错吧？不瞒各位说啊，这手艺是咱祖上传下来的。来来，再多来两碗，给里边送去。哦哦哦，好。再来两碗，给老伴送去。站住！啊，谁让你去了？你去。哦，好嘞。那这位爷麻烦您了。给里边说好吃还有哈。啊啊！哎呀！呀！哎呦！哎呦，俊爷，这是？咋这是？哎呀！你别磨，闹肚子呢。啊啊！哎呀，俊爷，你怎么了？我的，啊，肚子疼，不行。哎呀，哎呀，哎，这怎么了？这是？哎呦！
快速度。走，走，走。嗯嗯嗯。衣服可洗半天了，挺认真啊。那是，也不看这是谁的衣服。那谁的呀？你们军需保障小分队队长刘恩明同志的呗。去去去，你们别闹逗乐子啊。我们就应该先查清楚了再去。照我说啊，咱确实有点着急了，应该再盯两天呢。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是我的错，没有调查清楚。这回打草惊蛇了，以后要想再找那么好的机会，这可就难了。是我粗心，没调查清楚就来报告。哎。你别哭呀，我们又没怪你。甘英同志，你千万别自责啊！啊，对对对，甘英啊，行了，你别哭，这事儿啊，他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考虑问题不周全。我也没想到这班春贵这个狗东西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看你，哎呀，行，你说你哭，要能哭得发大水，把班春贵给淹死，我陪你哭，行吗？好了好了，别哭了啊！班队长，班队长，查到了，查着了。昨天晚上暗杀您的是八路军游击队军需保障小分队的，他们的队长叫刘文明。干什么的？八路军游击队军需保障小分队。搞军需的？是。贾老板，你的货好像不齐呀。刘老板，其他的货捞不着了。为啥？您不知道，警备队队长班春贵下死命令了。啥命令？不允许商户私自交易，不管买啥卖啥，都得到警备队去备案。刘老板，就这些烟，还不是先留在我手里的，不然的话，这一切都没，更别提你要的那些违禁物资了。贾老板，咱们可是老相识了，我希望你能帮我想想办法。不是我不帮你，交易违禁物资，一旦抓住，那可是要掉头的。哎呀，现在是查得特别严啊，刘老板，那我就不送了。以后呢，您也别再找我了，千万别和人提起以前我给弄的那些货。拜托，拜托啊！走吧。哥
同志，这些香烟可都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要扣下呀？按您的意思是，这些香烟都得扣下。嗯，边区有规定，不许贩运禁销物资。只要你们能够拿出税票，证明这些东西来路合理，我可以让你们拿走。哎呀，同志啊，你说现在弄点东西多不容易啊，哪还有税票啊？我们可都是规矩人，您就通融通融。规矩人，平头百姓的，你们要这么多香烟做什么呀？啊，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不跟您说了吗？我们都是买卖人，要不你说弄这么多香烟干嘛呢？既然是做买卖的，咋就可能没有税票呢？哎呦，我的妈呀！您这不又绕回来了吗？啊，行了。哎，这些香烟呢，你们就扣吧。能不能给我们写张凭证？当然可以了，我们又不是土匪。您是了解的，咱们有纪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透露身份，结果烟就被柳林的同志扣了。别提了，物资线断了，烟又被扣了。刘明那小子知道咱们部队子弹和药品缺口大，这两天被憋得直犯蔫儿，连饭都没咋吃。好，好，好，是，那就麻烦首长了。是。哎，大英姐，你来了。明哥，我听说恩明哥这几天没怎么好好吃东西。哦，是，这两天他烦心事儿比较多，老吃不下饭去。我刚刚给他拿了一碗炒豆，你盯着他，让他吃了啊。啊，你放心吧。那我走了。啊。哎呀，你这是干嘛？我给你炒的豆子，你为啥不吃？好了，甘英啊，这几天我心里有事儿，真的吃不下。反正你也不吃。哎，别弄了，我吃行吗？都捣成碎末了，还怎么吃？哎，给我给我，能吃。能吃。哎，你看，来。哎呀，可真香啊！嗯，好吃。哎，你尝尝。真的很好吃啊！哎，感应啊，你说这干粮炒熟了，把它磨成面，是不是带起来也更方便？哎，吃起来也方便呢。这战士们行军打仗，饿了，拿水这么一拌，口感又好，哎，这可是一种新的吃法啊。这倒也是，这粮食炒熟了，不
不容易发霉变质，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囤更多的粮食了。对呀。干英，我真该给这种新的吃法啊取个名儿，叫刘改英炒豆腐面。这叫啥名字啊？我觉得就管它叫炒面吧。炒面，行，就听你的，叫炒面。叫炒面，叫炒面。哎，哎呀，老高同志啊，你说你派一个人来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哎，一定得亲自登门。哎，我说老陈啊，哎，恩明啊，你来的正好，这柳林镇的老高同志啊，特意来看你了。怎么，是不是我们的香烟可以还给我们了？啊，我已经派人啊。顶着你刘文明的大号，把烟都给首长送去了，真的。嘿，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啊，那可是太感谢了。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刘队长，是真不好意思。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竟然扣了自家人的物资。要不是陈队长打电话跟首长协调这件事情，我还糊涂着呢。这不，今天我特意登门致歉。哎，老高，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这个查处私运物资啊，也是你们的工作，我们理解。啊，谢谢谢谢。哎，恩明啊，你这黑不溜秋的是个啥呀？哎，我正要跟你说说啊，这是我新琢磨的一种吃法。啊，你尝尝。嗯，还挺香的啊。啊，怎么样？哎，我尝一口啊！嗯，味道还真挺像的，行吧？取名叫炒面。哎，咋做的？你说啊，这几天我不是没心思吃饭吗？感应啊，前天给我送了一碗炒豆，到了今天呢，他看我没吃，还真生上气了。不用客气啊。关心的嘛。哎，陈队长，再透露一点，这感应。对，感应啊。哎，老陈，你就别打岔，我这不是正在跟你说我这新琢磨的吃法啊？对对对对。说这个呀，我听说班春贵监控了本地所有商户的交易，这明显是冲着军需物资来的。刘队长，你们没受影响吧？不瞒你说，老高，我正犯愁这事儿。我购买军需物资的几条稳定的线路啊，都断了。这个中阳镇有一个华大商行，你知道吗？老板叫王德利。华大商行我倒知道，但这老板呢，我还真不认识。刘队长，往后不管是紧俏物资还是违禁品，你都可以找这个王德利弄，他背后的靠山就是班春贵，他们两个人啊，狼狈为奸，大发国难财。老高，照这么说，那找他不等于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吗？嗯，的确是有些冒险，不过这个王德利啊，见钱眼开，胆子却不算大，应该有几分胜算。嗯，老陈啊，我看倒是可以试试。嗯，刘队长，我来柳林税务局以前啊，也是搞军需保障的。哦，跟这个王德利啊做过生意，我现在手里啊还有跟他交易的证据呢。我看可以作为筹码，说不定啊你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回头我派人就给送来。哎呀，老高啊，那可就太感谢了，看自己人。行，恩明啊，嗯，那我这次全力配合你的行动，如果用得上游击队员，你随时调遣。你看，老陈啊，也谢谢了。跟上，跟上，跟上啊！
大哥，来了，给我上！哎，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这位爷，哪个寨子的？我们是华大沙行的，华大沙行的货抢不得，抢不得。大哥，他拿名头压咱。没，这位爷，这位爷，华大沙行，没，别，华大沙行，别，别走，走，快起来，都放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呀？他们抢我们的货。听着，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人，自己有手有脚的不好好做事，还看不得别人赚钱，想找死吗？滚！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多谢老板仗义相救。你们是什么人啊？我们老板啊是柳林贸发绸缎庄的东家钱时彦。哦，钱老板，你们怎么会有枪啊？哦，这个你不用怕，我们这些枪啊都是用来防身的。哦，你们是中阳镇华大商行的，你们老板是叫王德利？是是是，我们掌柜的是王德利。钱老板也认识他？惭愧啊，我倒是一直仰慕你们王德利王掌柜手眼通天的聚财本领，也很想结识他，只是从来没见过。我是华大商行的账房，我叫王庆。如果钱老板有意结识我们老板，我愿意给二位引荐。哦，那可就太好了啊。行。来，走，慢点，跟上后面的，走，各位。哎呀，这次多亏钱老板出手相救，我才没受损失啊！多谢多谢，王掌柜，不客气。我们也是正好遇上，举手之劳。听王庆说，你们是从柳林过来。想买点什么？王掌柜，我可听说了，你这块那是想买啥就有啥呀。我可是正经的生意人呐。哎，钱老板，您方才说您是哪个绸缎庄的？柳林贸发绸缎庄。不过现在世道不好，普通的布料啊我也做。哦，啊，哎，你们绸缎庄在柳林的哪一块啊？柳林西街上啊。柳林西街？这柳林西街，我怎么没听说还有你们这么一个绸缎庄啊？王掌柜，那你肯定是很久没到柳林去过了。我这绸缎庄啊，年初就开张了。听说柳林一带可有不少的八路啊。方掌柜，做生意讲的是四面来财。我不管是八路，还是国军，还是日本人，只要有的赚，生意都能做。好一个有生意就做呀！哎，钱老板，正好有人托我购置一批布料，不如就从你们店里进吧。行啊，好说。永昌，好说。哎，来了。哎，明哥，小林，哎，快进来，进来。啊，进来。干爷，这么晚打扰你。你们咋来了？啊，有件事啊。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帮不帮忙的？难得你们能用上我，有啥事儿说吧。我们不是冒充绸缎庄的，给那个中央镇的王德利买违禁物资吗？结果那个老狐狸还挺狡猾，怀疑我们身份，提出来要买一车布料。你看，
这么短的时间要这么多布料，所以呢，我想啊，你能不能发动一下咱们妇救会的姐妹们，帮我想想办法？啊，普通布料就行。什么时间要？后天吧。行，你们别管了，这事包我身上了。明晚之前你们过来取吧。明晚之前？啊啊，甘英啊，那可是太感谢了。行，那我们回去了。进屋坐会儿吧。不了，不坐了，不坐了。好，再见。谢了，甘英姐。老板呢？你看，这几年的年头不太好啊。连续的干旱，黄河的水位也降低了。东家，钱老板送来的一车布料都验过了，数全对。哦，好啊，好啊。哎呀，这钱老板办事可真是利落呀，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货都运到了，信得过，信得过呀。王掌柜的，过奖了，这是应该的，我应该多谢王掌柜才对啊。哎，哪里哪里。哎呀，钱老板呐，你看这天气也不早了，不如我们到本地最有名的华兴酒楼吃个便饭，顺便我们再聊聊，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意可做啊。行，就听王掌柜的。那请，请请请请好。来，钱老板，请买上买上买上。哎呀，这可是我的珍品呐、啊，我是特意存在这里招待贵宾的。嗯，好酒啊，上好的汾酒。行家，行家。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来。钱老板，不瞒您说呀，我是什么都有啊，粮食、棉花、油，只要你开口，我就能弄得到。王掌柜，如果我向你要点儿药品。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王掌柜，别着急嘛，坐下，坐下说说。药和子弹可不是随意就能搞得到的，所以我才找你王掌柜。这个是定钱，你把东西搞到之后，我再付你两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违禁物资，我可搞不到。不是吧，马掌柜？我这儿可是有你贩卖违禁物资的凭证啊！啊！哎，看看。是你的吧？不，这东西你哪来的？
我知道，这个东西啊，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要是日本人知道你贩卖伪金物资给八路，你全家人都要遭殃。可是王掌柜，咱们是朋友，我怎么能害你呢？王掌柜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早就知道你在离石手眼通天，而且还有黄协军警备队队长班春贵给你做后台，我要的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能够弄到，况且价钱也不成问题。怎么样，什么时候给我交货？你给我点时间。柳林冒发绸缎庄少东家，班队长，班队长，不给怕是不行啊！他们手中有咱们的把柄，那是有你的把柄，关我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你哪单生意里边有我班春贵的名字？你得。方队长，你这这还没出什么事儿呢，你看把你吓的。说，他们今天让你在哪儿交货呀？林芝客栈后院的废旧仓库里。班队长，你真给呀？你就按时交货。好吧。哎，对了，班队长，这是您这个月应得的那份红利，啊。こことそれとここしっかり調べるんだ。はい。野手捜査八郎君の密伝です。何事だ。明日の晩の8時、八郎君は正体を連れて臨時屋の後ろで軍事品を運ぶそうです。臨時空じゃん。よし。哎，掌柜的，你花倩儿，怎么是你呀？你来凑什么热闹？你来干什么？我正在商行做账呢，一个后生跑来说您被打了，我这不就赶紧来了吗？哎呀，你看看，叶天君。你们怎么也来了？こいつらをさっさと捕まえて連れてけ。哎，王队长，这怎么回事？这误会。叶天君，这些人都是大胆的良民，我可以保证。良民，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这里今天有八路军交易。如果他们是良民，那八路军哪里去了？八路没来呀。哦，对了，还对，是这样，这些人都是我派他们到这儿来引诱八路的诱饵。是我让他们跟八路做生意，所以他们才在这儿。八路的真话没来。你说的是真话？绝不撒谎，所以我才在这儿嘛。我就是来抓八路的。班队长，
如果你要是笑话下场你得明白。我的明白。你快坐。跟恩明哥猜的一样，半春棍这个狗东西啊果然早有埋伏。哎，日本人一去全都傻了眼了。恩明的，这一步王德利的心思算是你摸准了，下一步怎么办？这下王德利也该明白了，一旦他倒卖违禁物资的证据落在鬼子手里，班春贵啊一样帮不了他。反正我要是他就肯定不再捣什么乱了。希望如此吧。王掌柜，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啊我是突然间闹肚子，所以没能及时赶到林芝货仓去取货，还请谅解。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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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哎，钱老板请上座。不不，王掌柜我就不坐了，我是来取货的，伙计们还在外边等着呢。现在啊，走吧。请吧。好吧，来来来，跟上啊！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好。哎，站站站站！干嘛的呀你？好，老总啊，我们是邮电的，老板让我们来背邮。这些背邮篓子的都是你的人？啊，是是是。都打开看看，都打开看看，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好，打开打开，来来来。你是这管事的？是是。油这东西光看也看不出来啥，要不都倒进锅里烧开炸炸试试。哎，老板，油这东西啊可不能这么试。小意思，谢谢啊。好说好说啊，跟你开玩笑的，你们这些干长工的也不容易。是是是，我也不为难你，赶紧走吧。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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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谢谢啊，跟着跟着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谢谢啊，走走走走走走，快跟上跟上跟上，快走。哎，队长，这群二狗子就他娘的认钱。嘿，你别说，还幸亏他们就认钱。你们二干什么呢？一群送油的。送油的。哎，我觉着还是恩明哥办的好，这个叫什么来着？对，暗度陈仓。什么油啊？吃的油，吃的油。弄桶去。好，弄一桶。站住！站住！恩明哥，咱们是不是被发现了？咱跑吧。别慌，准备。我们班队长让你放下一篓子油。什么？我们班队长刚巡查到这，听说运过去油，非要留一篓。他说他家的油吃光了。不不，老总啊，你说我们这油背回去，他少了一篓，我们也不好交代啊。少废话，留下一篓。我们班队长说了，快一点。钱宝，哎，把你这篓留下吧。哎，快点。给我睁大眼睛，听见了吗？是。队长，队长，油要回来了，来，接我去。油。是八路，给我追！哎呀，快走，快走！
带你走，我把他们引开。那你小心点。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就过来。你宝爷在这儿呢，有什么就过来。哪个方向？抓活的，快！就一个，上当了！班春贵，班春贵，我要让你给我娘和我媳妇偿命！娘，打死他！拉回去。前面闹起来了，怎么回事？他们要给村宝宝朝吃面上不让，他们就急了。班春贵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早就把机枪给架起来，巴不得我们多去几个人白白送死。你们去吧。有没有？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大家不该这么鲁莽。你倒是不鲁莽，冯宝跟你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他的脑袋被挂在城门上，你就只会待在屋里。平日里在刀尖上替我们讨生活的兄弟，他的头不能被挂在城门上，怕死就老老实实藏着，用不着出来拦着我们。好，就算我刘恩明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就这么冲出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只能是白白送死。村霸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我眼看着他死在敌人手里，我心里跟大家一样痛心。可是你们想一想，半春贵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要用存宝来引诱我们去报仇。小鬼子随时都可能来这里扫荡，我们大家就这样都死了。吕梁地区的乡亲们谁来管？所以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要从长计议，要保存实力，要和小鬼子狗汉奸跟他们斗到底。感应啊，夜深了，外边露水重，你咋不回屋睡觉啊？娘，我站会儿，您别管我。娘知道你心里想啥呢。听说八路军游击队里的有些人对刘恩明意见挺大，觉着他不管存宝，觉着他心太冷。娘，那您觉着呢？您觉着恩明哥他是那号人吗？我觉得他可不是这号人。行了，别想了，外边怪冷的，回屋睡觉吧。啊，嗯，走吧。恩明啊，以你这个老监察班长来看，这次鬼子的据点可能会增加多少人？这样吧，我带几个人去摸摸情况。报告，陈队长，政委有封信让我一定交给你。请转告政委，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是。南面，你也看看。近期将有重要首长经吕梁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要求你处提供物资保障，协助警卫力量进行护送。偷袭据点的计划先放一放，首长这次去延安离时心仪是必经之路，看来还得你牵头啊。是，保证完成任务。另外，存宝的缺让郭平原补上。好的。首长，您都站这好一会儿了，这儿天气冷，回去吧。全国抗灾奥，吕梁地区特别的火药嘞，让我们的感受啊，这一方天地有一个别样的心情哦。您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哎，你们晓不晓得这个吕梁的来历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嗯，这个吕梁山啊，原名嘞叫古奇山。这个吕梁山跟古奇山啊是相连的，故意隐身命名哦。而古奇山啊，泰山为坐，华山为友，横山为靠，嵩山为宝，横山为草，此山啊龙居中，
依然不是天地之基友啊。难怪吕良人都那么有骨气。是啊，人杰地灵哦。要是没有战争哦，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祥和跟美好啊。快点儿。呀，这等我一下。你快。哎，干什么？干什么呢？我是农民种地的。种地的，走吧。走上哪儿啊？干嘛？干什么？黄明叫你帮忙干点活，快点。干嘛？干我，快。怎么了？不是什么。走，大人，大人。队长，这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鬼子？是不是鬼子得到消息了，知道咱们首长要打着过？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摸清情况。走。站住！来，干什么呢？老总啊，我们是走亲戚。路过这儿，走亲戚啊！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啊！庄稼人啊，种田的出身，正好，皇军加固岗楼缺干活的人手，走亲戚哪天都行，您被征用了，去，到那边报到，领取干活的家伙事。哎，老总老总，干活好说，咱浑身都是劲儿。哥，你这岗楼这么结实，干嘛还要加固啊？叫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去，赶紧！哎，快！哎，快走！鬼子修炮楼多久了？好几天了，也不知怎么回事，还要重新加固。你是新来的吧？是。来，我帮你。哎，我帮你看，谢谢。太君，有八路，那个红亮了，八路。什么？八路？抓住他！哎，什么东西？你们干什么呢？干！队长，你得闻他。是。你哪个村的？关上村的。什么时候来的？前天来的，八成是这狗东西搞的。还有谁？就我自己啊，在家闲着没事，过来赚口饭吃。太君，他说他就一个人，没有同伙。八哥，啊！你的，哪路的干活？快快的说，同伙的在哪里？太君，冤枉啊！我就是过来想混口饭吃。八哥。我看你的骨头有多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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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拖走！快快的，赶我的！恩明啊，郭平原同志的遗物都收拾好了吗？都收拾好了。老陈，虽然我不能断定鬼子加固据点跟首长要经过这里有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确保首长安全，我建议我们按原定计划把鬼子的据点拔掉。当然，我们不能强攻，可以智取。像你说话好彩，我上的事儿。王掌柜，还好吧？钱老板呐，你又要干什么呀？王掌柜，你没必要怕我呀，我找你不就是为了进点货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回我是真的不敢了。王掌柜啊，我们可是讲朋友的人，你知道，你贩卖违禁物资的凭证还在我手里。你可不能不讲朋友啊，是吗？你确定不再跟我做买卖了？好汉呐，我求求你，你没完了！王掌柜，你是个生意人啊，难道有钱不挣啊？那好吧，这价格嘛，就再涨一倍。行，价格不是问题，这是我要的货和数量。这么多啊，不好吗？王掌柜，我要的货量大，你就能发一笔大财。好了，两天后咱们在杜家岭交货，没问题吧？好吧，看在金条的份上，我就再干一回。一言为定。好，告辞。王队长，这怎么办呢？他们要那么多货，一定会来很多人。那您还是带人到杜家岭去埋伏？就我警备队那几个衙役，碰上那帮亡命徒，要是以多胜少，还有点胜算。他们要是来了那么多人，哎，我们只有被吃掉的份儿了。那怎么办呢？太君，您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班队长，你就没有什么事情要想跟我说吗？太君，我正要向你汇报呢。两天以后，八路军和大批的游击队会在杜家岭出现。据可靠消息，共军的重要长官也在其中。算你老实，其实我早就得到密报，八路军的高级将官就在那里，请你来只是想告诉你，到时候我会亲自带领所有兵力去围剿，你的人也都要去。改英，哎，改英姐，那个我改天再过来和你拿鞋样吧。刚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呢。哎，来都来了，咋不进家呢？啊，改英。
哎呀，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顺道来看看你。我真怕以后啊见不着你了。咋了？部队要转移？不，要去执行个任务。啥任务？很危险吗？是，是很危险。可以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端掉敌时信义的鬼子据点，应该是一场恶战。我真怕，我要是万一光荣了……别瞎说。安明哥，明天我让阿年擀面条，你明天晚上一定要到家来吃饭。行，我一定来。嗯，再见。哎，掌柜的，这批货都齐了。哼，来人，把王强给我绑了。哎，掌柜的，这是干嘛呀？这是，好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啊你！我真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日本人安插在我这儿的眼线。这话是怎么说的，掌柜的？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我冤枉啊我！冤枉？之前八队长跟我说你是日本人的眼线。我还没信，方才我派人到你房间翻了翻，你，这是什么？啊？日本人给你的通行证，你还有何话说？掌柜的，我知道错了，放过我吧，我下次不敢了，我真不敢了。什么？你还有下一次？给我拖出去埋了。哎，掌柜的，我有日本人给我高价，你不能埋我呀。掌柜的，王德利，你好死啊。我们是野田哨所派来加固和守卫这里的。哪个队伍的？我们是皇协军保卫队班春贵的队伍。班春贵，他的队伍不是去独家岭了吗？怎么在这里？野田哨所怕敌人趁这时候偷袭，特意派我回来的。进来吧。だぞ。早く帰れ。はい。
你是中国人，可以饶你一死，但是要记住，今后绝不能再给日本人当汉奸。不管了，绝对不管了，不管了，了不起。报告队长，署长已经来了。好，司令到。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要保证首脑的安全。是，集合部队向古迹山撤退。走。方向跑了！バカ野郎！進め！队长，鬼子来了！大家都准备好。敌人马上要进入包围圈了，回来了，首长呢？哦，小林、胡总首长从另外一条路去渡口了，应该差不多到了。好，队长，任务完成，去吧。这小子长得还挺像首长啊。怎么样，鬼子该进包围圈了？快了。哎，你的这条连环计用的真不错。打！只要投降，我们优待俘虏。当陆军的努力和作战水平，我一点都不比你们这些土八路强。但是，我没有想到，区区一个军属部队，竟然表现得如此优秀，导致我们严重的失利。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不过，要想让我投降，那是不可能的。汉奸，你也有
今天。跑啊，跑啊，跑啊！包龙英啊，饶命饶命饶命！我不该当汉奸，我不该杀中国人的！哎呀，饶命饶命！哎，把腰带扔过来，把腰带扔过来！啊啊！快点！快点！是，老实点啊！放开！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开他！首长，哎，林总，啊，首长等你半天了。嗨，没得关系啊。临走之前，不见一见这个啊，素质德茂的军区大队长，还真是个遗憾嘞。哎，看你这个心情，你们这个阻击战一定打得不错吧？报告首长，我们在陈忠远陈队长的带领下，已经彻底的歼灭了日军吕梁指挥部。这一带啊，现在是我们八路军说了算了。了得啊！哈哈，打得漂亮，首长，你就要离开吕梁了，把这个带上吧。这汾酒啊，可是我们吕梁的特产。哎呀，好酒啊，让你费心了。雷明啊，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啊！谢谢首长，首长多保重。再见了，再见，首长。死我了！还好吗？嗯。
你们那批军需物资跟弹药已经安全送到了，你就放心吧。前线的形势也很好，太原呢很快就要解放了。我知道，太原一定会很快解放的，全国也一定会很快解放。我想好了，甘英啊，等到全国解放了，我就带你一块回家，我们回吕梁，好吗？